如图已经知道一个高三的两端有 A、B 两个城市，现在因为开凿隧道需要测量出这两个城市的距离，今天在西处成立观测站，并且测得 AC 是3公里， BC 是5公里，角 ACB 是120度，是求 AB 两城市的距离。好，那有两个边一个夹角，我们就可以利用余弦定理。好，所以 AB 长度的平方就等于 AC 的长度平方加上 BC 的长度平方，就是两个边的平方，好，加起来再减掉两倍的两边，乘上 cos 角度。好，所以9加25减掉30，那 cos 120度是几？多少？ cos 120度参考角是60，所以 cos 的部分呢是2/-1。好，所以9加25，这边是乘的哦，再加上15，所以是49。好，所以 AB 的长度平方之后是49，那 AB 的长度呢就是等于7公里。